料肯定给大家用上最顶的嘛。英雄联盟，山中没我，指的就是我。先来个腐败药水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我都是给粉丝最顶的福利哦。我要创造一个只用2颗蛋的蛋包饭。全军出击，剩下的使用科学的力量。Science， 没有饭，饭是 DLC 哦。结果我还是点了盒子，感觉不是很好。不管，推荐打狗头就推荐。虽然说他爽农，但我也爽农。我们走吧。First blood。打狗头不是控线吗？控不了了啦。我直接上来砍他、哦！回我，就是我。这个狗头还在玩这个多兰之盾的，相当愚蠢，一种非常弱的出法。三级了，不知道要不要点隐形欸，感觉好像也干不死我，应该也不会来。我点刀子好了。是你哟。应该是不会有人无聊到来干狗头这条路了。我就小李飞刀一直坑他，他鬼步追到死，鬼步就准备被我盒子风筝到死哦，我就去坑他。有没有0-2？刚刚有狗在喘了、啊。哎，等你练战旗啊！我下礼拜要比赛了。我怎么知道？我玩了就会了。啊，你是垃圾、啊。妈瓜！王哥，三名 Elephant 啊！什么肉炮车？我在调影片哦。那猫哥啦，马瓜。变成是肉干，
这狗头也不敲我，他眼中只有冰呢。好了啦，你也剩50魔了啦，你也准备要回家了啦。 再给你一刀啦！没差，我赚我的钱，他赚他的钱啊！回家。遗失的章节，他浓的过瘾，我也浓的过瘾，两边一起爽浓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！ 丢到你啦，还想走啊？他回不了家了。这里想回，准备被我吃塔皮。盒子不要敲掉了。Over my dead body。 飞刀开始一直丢了，他应该开始扛不住这个伤害了。龙被吃掉了，我继续丢，再拿分身去扁他。 痛扁，小李飞刀，打野差不多要上来吃预示者了。我这血量不知道会不会顺便吃我，下一刀他就是尸体了，他还敢在那边皮啊？ 他有大，先不要太过于冲动。他要回家了，我也跟着回家。炮车波不急。 炮车波可以帮我扛两下塔，不用着急。哎呀，伊泽加猫跑线呐！啊，继续飙他。 丝毫不是我的对手啊！物件真的是被对方爽拿、欸，他把我分身敲死、欸，发现不点盒子不太好洗兵。 狗头压，狗头怎么压我？我就想知道这狗头怎么压我。看到没有？点蓝直接下，早下早 CD。现在是这狗头压不住小丑我了。还有，他这种细节。
不太对劲，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对劲。下路也惨遭越塔了，目前1比9。我们等等哈，不好处理这个伊泽瑞尔，但我还是会处理他的。 他怎么450层了？不怕、啊，他现在有1500层，我也不怕。我会站盒子一放，这狗头就准备仓皇逃窜了。小丑盒子启动。 开始点盒子了，而且吸血，这个时候有点厉害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跟他消耗，我们起兵。那肯定哦，保 AD 哦。虽然下路好像不怎么肥。 索拉卡跑上来嘞，那我觉得凭着索拉卡是难以 gank 这个狗头的。下路达瑞文不动了，达瑞文加索拉卡，那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强悍的组合。 相当愚蠢啊，狗头人！真的还不出来，不急哦。只是我没 AD 了。完了 ，AD 被打挂机了 ，AD 被打自闭了，鬼子分身。 先高速 recall， 不是汉堡要没嘞，已经被推到这里了。来，后面偷偷的放盒子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可清不了兵呢，但我好像可以杀猫哎。 点难点到了，猫好像没死，好啊，飞刀没出去，不是太远了，他高速上车，他好像感应到我，哎，我还没玩到就结束了。 这把挂机局，好啊，有人要在那边挂机，那我啥都还没玩到，好啊，这达瑞文挂机，中途挂机，给他一个红色的赞。 这是太扯了！我小丑浓了那么久，就为了打会战，他给我来一手挂机，危险哦，危险哦！新流派，新流派，别怕，别怕！这个新流派啊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三个炮手从不拿屁股对着敌人，除非。
他这种被我炸到奥数会已经爆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，吓死！碾碎他们！来挡我的路啊！电刀会爆奥数彗星吗？文哥还是玩我的穿透流炮娘吧。没事啊，穿透流强的啦。好像不能玩穿透流欸，这个要玩那好几任欸。我要连续开炮。啊，断兵线啦，老乌龟。还是可以啊，电刀加纳欧几刃吧。对面一个乌龟在前排，我们这边双刺客。昂首阔步。哎呦，骗招。来看好。会已经要飞出来炸他了，吓都吓死了。嘣！彗星启动。他快扛不住了，他肯定扛不住啊！那彗星超痛的。对面带的是扫眼彗星，没炸到。中路好像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危机哦。啊，还要反杀？不走、哦。嗯，要去自杀了。完了，他要遇到机器人了，这、应该也帮不了了，让他安息吧。快跑啊，那弟！他过来了，他过来找个好地方自杀。是哦，龟龟死了。奥数炮娘什么理解？等你就知道什么理解了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顶级理解。一的被动会触发吗？会啊。那个就要命中了之后再按哦，就像刚刚那样了。刚刚那个时机按就是完美。被勾走了。我感觉是我们重拳出击的时候。略硬啊，没点燃，有点燃，感觉弄死他了。让我想想啊。反正先来一手电刀，
高端理解，不是我这个已经破壳过那个家伙三次咯。这个彗星已经飞出去砸到机器人至少三次以上了。AD 电刀很烂，哎，你看好了，这个是配奥数彗星的。 竟然敢说电刀很烂这种对射击师大不敬的话，下一版就再削你其他装备。OK， 把它闪现处理了。 哎呀，元素女王，换一个，四甲，竟然是四甲，饼干有饼干蛮细啊，原来是四甲，那也没什么办法，至少我们中路赚了。 这一波换我们大坡出去，换我们四甲了。他们下路没回家。 来吧，四带二。 这游戏下路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四带二的时候了。不对哦，还有龙龟哦，先不要冲动好了。吃个渡城，打反蹲。啊？ 漂亮，全死了 ，nice， 对，他怎么六级啦？还有高我这么多？这里兵线不错，我们还是先吃完吧，吃完跟一波中。 掉很多兵，乱讲，我几乎没掉兵哦。漂亮，陨石落下来，再炸他一手 ，AD 残血，这波我有大，他没大。 小炮这版本可以玩哦，这版本大东很多啊，可以玩小炮啊。大东被伊泽跟胖娘 counter。好，直接上嘞。 哦，酸哦，漂亮！啊，彗星他也是很怕的。乌龟 TP 中路，把这波吃了回家吧。 我这个血量感觉随时都会。
哎，我帮你们吸收了女王的伤害，而且乌龟弹过来了，没事，电刀已出来，非常多的 shut down 啊，但对面没有 TP 的，狗头还在弄，狗头开始敲塔了。 这边 AD 圣杜城，总算慢慢的电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痛。附魔之带哦，附魔之带根本都不差，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啊，没勾到。 那有人被机械人勾走了，被勾走了。好啦，被塔杀吧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你安息吧。 以我们两个的伤害，可能打不死满血的大东了。那个大东会发大招过来啊，他一定会死哦。我说不定也会跟着死哦。那是他自己进去造的这个种下的恶果。 他要自己承受，不是他偷吃对面的石头哦。走，处理大东。 我已经有派上用场了吗？你看我前期那血量优势就知道了，绝对有。哎，我 A 压后排刚刚可以把兵清掉。看我彗星打多少了？彗星已经打300多了。 等打会战跳到一两千不是问题啊！暴风大剑，只可惜原本买收集者的那个钱买不了了，收集者换电刀。 还好啦，小亏一点。纳蒂鲁斯 R 28秒，好，我们不着急。IE 电刀 ，IE 电刀火炮。 哎、欸，被我电死的，好像也会触发那个炮娘的小爆炸、欸。全都在右边喽！
等等我们呀！先吃乌龟，漂亮！再推到 AD 旁边爆炸，完美的细节。哎，有种出来啊！ 好，多少？完美进化，解掉了那个，解掉了 AD 的定身术。他刚黑枪 A 我一下，很危险的。 直接解了，来捡个红霸，舒服。好，回家补大装，中路一波大的，攻速拉起来。 狗头怎么被乌龟拆塔了？乌龟也能拆塔？这好像真的老乌龟，这真的老乌龟。鞋子就是 AD 的神装哦，鞋子的性价比超高的。 乌龟感觉拆的比狗头还多哎！狂风之力加上这个，啊，没打死。OK， 开撞！这乌龟随时会到哦。 开装！哎呀，没撞下去。好运姐鞋子都20分钟才出，不会吧？20分也不会出鞋子啊。好运姐就不会出鞋子啊，除非钱不够买长剑。 这狗头不继续拆吗？都推到那了，用力的拆吧。要是鬼刀还在，我打到结束我都不买。六箭穿透。哎，可以，对面放龙了。这狗头怎么不敲塔？漂亮，把塔敲掉了。 好痛！会把我弹死吗？嘿，极限！鬼卡一个8 D 血，然后我再下路吸引敌人炮火。来，有种就放巴龙来抓我！ 看我的命重要还是巴龙重要？
来找我嘞！愚蠢，我走了。进化，我要解大众的重力枪，解乌龟的定，然后还要解那个元素女皇的推哦，很重要的。 感觉那个嗜血者，现在嗜血者打乌龟，看能不能吸起来。哦，出钩了 ，OK， 两把塔龙害死。这套装备的优点，这套装备的优点就是一套秒杀，还有电刀很痛。元素女皇别给我遇到啊！然后底下也蛇突也掉。 电刀能出了，偶尔能出，大部分情况还是没有什么用。希维尔可以出，这场搭配一下彗星也可以出。鬼锁能出的吗？ 鬼锁大变，凯撒跟寇格摩可以出。凯撒跟寇格摩也没什么好出的，上路就是出鬼锁。 不过现在有一个三川凯撒，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救不了你喽，乌龟飞出来啦！ 77刀，77个月，快逃快逃！这个77个月最新一季的图奇77节要准备开始了，大家只要在指定的时间内订阅还有送小旗点的话。 就可以送 RJ 去豪华游艇趴。等级10就有豪华游艇趴可以去了。每次都卡在等级9。 这次该上10级了吧？送好白痴订阅，就看丁义什么时候要把好白痴放出来。丁义唱一首歌欢送好白痴吧。星星点灯。 都多久了？还星星点灯哦！这个我只能说非常的不妙啊！最好先拉扯一下。哎，沙漠死神直接踢中线，没看懂，但是很凶。来，碎两个秒杀。
这沙漠死神团战出装很硬的。刚刚就还没有到要按进化的时候。 看就必赢的会战，我只能说啊 ，AD 的招能省就省。我对面又死四个，队友要继续猜，这狗头无敌嘞，狗头这版真的 T1 呢，真的好强啊！大招冷却只要20秒，太快了。 那这一版真的把大招剪得太多了啊！会示范狗头吗？上次就示范过啊！我上次给大家示范了一套最新最强的狗头打法：400元水晶起手，不要买水，然后农5分钟，农1100块回家。那一套只要吃25个冰，5分钟吃25个冰回家掏2项之力出来，无敌。 你前面甚至都不用吃兵，你等2项之力出来再开始农 Q。然后狗头前面本来就是偏烂。鞋子加宝石，鞋子加宝石哪买得起？你那样子回家就是直接燃烧宝石加那个。 那个闪耀之力，然后再下一辆回家，10分钟刚好农出3项，200层左右。上次我爽虐黑鼠鼠，直接点血虐啊！黑鼠鼠完全就不是我对手。 电刀彗星炮娘，屌打！什么银牌？我电一那一只现在打的已经是白金跟钻石场了。そうだけど、アルミ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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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ビヨンド Q。 哈哈哈哈哈！李白，都是他，李白，我去接。阿尔敏，你记得？阿宝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白夜是什么？白夜是兵长砍完猴子之后。 送走艾尔文的那一局了，来，狠狠的打！团长死前有说过啊，千万不要停下来啊！全军出击！ 肉干只剩单包卖的了，肉干好像都快卖完了，海苔已经补货了。耶 ，end 1312 1312。 卖很快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最顶的料就没有那么多。虽然我也很想让每个人都能吃到，但是就没有办法。
OK， 开局的换血被打成爬爬了。这把彗星吗？这把配猫不太好带彗星。浩娘猫哦，浩娘猫以前也有啊。只是猫现在改的有点弱，没什么人在选猫了。马卡巴卡。 马卡巴卡，这不是豹哥吗？谁又在臭豹哥？马卡巴卡，马卡巴卡。 假装 recall。哦，能抓到吗？李欣，漂亮，盲 Q 带走，1-0开局。 假装的成分在哪里？不是，原本是假动作啊，对面竟然不推，那我就真的 recall 啦，我赚啦。然后我跟这个猫前期就是混一混，等等级起来。 我们两个就有用了，等他上6，经验值最重要。OK， 猫下来帮 A 一下，整天就粘在身上。 来自小法师的跑线支援，那血量他怎么 A？ 不知道，他就 A 一下，那你就是要猫 A 一下，然后我就刚好可以吃到，他一下是50级，就是两只前排打一下的伤害。 OK， 他也不 A 这个眼，还有少5块。4-2。无情一直推。 哦，狠狠的框住，漂亮，鬼步开启嘞，还能越，还能越，呜呼，转烂喽！ 杰西很舒服，他要舒服就给他去舒服吧。我们下路也很舒服啊，我就有凯旋了，有凯旋还有猫咪的盾。狗头人正在被黑鼠鼠血虐。 你看，他就是没有用我那一套狗头人。你看他这回家38刀，就补一个水晶，要不然补一个鞋子。
很惨。如果是我那一套，他就可以补这个闪耀之剑，加上一个红水晶。不是，不是这个水晶，是那个有 10% CD 的水晶，是大颗的。维基啊！他现在是连一项之力都还没出来啊！那个叫燃烧宝石，我通常会叫它燃烧水晶。可怜啊，你讲贡丸永远都没有人听得懂。来吃龙，没中解要吃龙，没事，这边换御赐者。不管龙先吃掉再说，斩杀！不是他大脚一踢不就斩杀了吗？这还要？啊！我的炮车！宝宝生日快乐！今天也是你生日吗？今天肯定是接宝宝生日啊！祝接宝宝生日快乐！600，感谢600。大凯拔头，大凯又在偷偷的拔头是吧？哎呀，还是走不了啊！多吃个炮车好了。可恶，实在是没地方跑了。收集者已登场。猫咪的第一次下车，差点给他成功了。我和老李一定要追死他！漂亮，6-4，老李311开局。跳他们家，我不管跳哪边，不管跳哪边，射雷系都可以把我刷下来。射雷系又不是在睡觉。OK， 再次的被射雷击狠狠的，没事，时间刺客已经残血了，我这边很多，猫咪帮我扛钩的话能活，那边最佳的解法就是猫咪下车帮我扛钩。然后我赶快跳走。我
觉得那会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。而打瑟雷西没有眼就小小的麻烦。哎，野区打起来，大家坚持坚持啊！我尽快的拆他们家下路。哎，这塔怎么偷打我啊？OK， 暴血，这里就回来了，救命啊，猫咪，下塔要没喽！开瓜，送他们的啦。寒月之术与存活，你身为一个猫猫，你也不能拿它怎么样啊！我建议你后期再处理它。啊，留得小命在，不怕没兵吃哦。要跑一堆人过来了。抓到了，碎多25块，再加一个凯旋。等他飞回来，再加100元。大东总被卖了，这边有点浮夸哦，冲进我们家里。猫咪，我们准备鬼跳。不管，就是要他的命。漂亮，收集者。有收集者，我们赚。他全招脚，我都不用脚招，我很赚。他很硬，他应该还好，没有到很硬。哦，闪上来嘞！闪现上来了，他们好像可以过去 check 一下。我觉得对面可能也没吃那么快。没吃呢，蛋蛋还没满呢。哎，回家啦，要给啊、哦！那你回家就补了个物防血，这样也要回啊、哦？感觉不如多刷几摊。赚眼睛，赚眼睛，25元。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敢点呢？时间刺客没好了，黑叔叔开始暴揍我们塔了，无情收割。哎，对。哈
哇，被他缠起来了。坠机。现在被他打到坠机了，还好预示者在我们身上。但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打他们门牙塔。乱拼灯，他本来就是这样打。这样打就很猛哦，来，中路一大波，这边完蛋了。队友没看过这个新思路哦，他们不知道用这样子就可以血虐大东。追上来嘞！狗狗救我！你们就不要去守下路，就看下路会被拆到几塔。下路直冲门牙塔，我们杀很多人哦。我们赚三座，对面拿一座，踢回来漂亮。大东的招刚已经被我逼光了，就是一个尸体。Double kill 啊！你是真勇啊！不怕死是不是？真的蛮勇的，塞告哦！他那边死了，我就跳走了。黑叔叔拿什么追我？怎么收割没启动啊？欸，黑叔叔是那个秒数内无限挡吗？啊，刚刚要是多爆几个几下。哎，你看我杀敌数嘛，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我在杀。OK， 巧遇杰西，杰西没锤子，杰西没锤子。杰西没大，我看他们的处境是相当危险。但是狗狗可以把这边家拆光哎，狗狗不拆家要来拼巴龙啊，汉堡哎，感觉一路敲到汉堡哎。喂，猫猫上西天了。狗狗没敲汉堡，这里可能是有点危险哦。
过黑叔叔，黑叔叔怎么打狗头？扛着拆。哦，我少一件装备哦，这场没有辅助哦，很难打。好，没中，没打中就死了。现在猫已经很烂了，它在黏着没有被动的，黏着没有被动的人，那是真烂哦。有一颗，四件套的黑鼠鼠，有点意思。来帮他抓痒，没事啊，我可以补伤害啊。OK， 我还是被他宰了。哎呦，掌声，松哥，飞呀、啊！现在我可以在尸体旁边打滚了。老李高速绕跑，再吃一炮可能小小的危险。哎呦，锤死麦克！这个猫永不下车，有啊，还有下车一下下。我慌啊！等我第三个穿透出来，对面就基本上是死人一个了。这一条火龙应该是血虐，主要是这个猫没在身上，没有护盾，不然这一套对线就杀穿了。虽然说我还是把他们杀穿了。哎、欸，没追死哎、欸，是地会啊！狗头开始狂拆，沙漠死神不要啊！你怎么跑来啦？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！我三穿了。比起拆塔，他竟然愿意来杀人。Unbelievable！明明可以把汉堡吃光的，狗头不 TP 哦，两个汉堡都吃了，这时间够他吃两个汉堡了。拔头能比拔塔香吗？不太懂。哎，狗头几层？应该是500了吧？500多。他刚要是待在上路，就700了。
是他的破剑者，破剑者不需要打团了、啊。他拿着破剑者来中路嘞，真的不去拆吗？那个兵营裸露在外哎。 去吧，去吧，拆塔吧，不要啊！正面不需要你啊！后排被艾克打光了，那我还在啊。李信那算是后排吗？ 这还能吃啊？不可思议！相信狗头。我是觉得对面也不一定能吃啦，应该是没有人可以动这个巴龙的啦。 狗头 Q 大于重疾，狗头 Q 那个巴龙大概就 Q 300-400吧。但我攻速了，我本来攻速就有点爆表啊，我知道有跑速了。 靠半血，他还蛮肥的，对面还敢追狗头人哦！哇哦，什么伤害？ 杀了，竟然把我杀了！ 黑叔叔有问题，这角色有问题。跑起来吧！我刚刚还1000多滴血，被他动动两下，突然被杀了，还特别盯住了，漂亮 ，GG。 那个角色真的是有问题。 我推的，你推的，赞啦，就是要这种歌啦，靠，出出，新时代的偶像，自弹自唱。
这两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法洛斯，好像不用带进化的。每个上弦都进来订阅了。 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我要怎么样才可以下载到摇曳露营啊？找不到可以下载的地方哎，谁有那个 APK 啊？ 好，出钩！先来一个 QOO 好了吧，QOO 里面应该什么都有吧。 还有 ET 台好看哦，那肯定没有啊。ET 台肯定最赞的。QOO 跟 Tap Tap 是不是都载得到啊？我的与这个装置不相容。哎，对，我的兵呢？ 怪怪的，有些兵没有钱。我这纳蒂鲁斯这么凶哦，那是一头牛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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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纳
啊，这没过到，没过到是蛮扯的。 完蛋了！我们被蹲到了。没事，奈德利成功脱逃。哇，爬人鬼绕。蓝霸换人头，不亏。奈德利起飞。 你说一切的开端就是因为没有过到爬爬人，爬爬人角度闪现，爬爬人102。 嗯。如果里面搜寻应该找得到，我等下再来找找看，反正等下用 QO 先下看看。哦，在飙，漂亮哦，奈德利，在飙，飙中了。啊？ 死了，有点尴尬。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尴尬、啊。
我也没招可以跟了，AD没残，你花雕七十一个月，走啊去月球啊！ 月神重开机就收得到了，该不是重开机的问题了。可以，又从月球回来了，从月球回来处理这个阿当 Smash。2077好像快出 DLC 了，应该今年吧。 什么动漫歌啊？那是游戏的主题曲啊！卡洛斯有点肥哦。2077要延期了，没事啊，卡普空那个也延期了。 OK 哈，这贼狼哦！哎，快救，快救！要被越了，盖墙的赶快哦！我建议要盖墙的朋友要尽快啊！好啊，这个时候才盖。 岩雀啊，176秒点赞，这个只能给他点赞嘞，没什么办法。对，他抢还没把对面盖住，感觉有盖住的话，对面应该越不了了，至少牛头过不了那个墙，爬爬人应该也会知难而退。 哦，闪得漂亮！哦吼，快走！来了来了，奈德利来了，感觉收割局哦。你自己吃吧，我也追不到。 他好像应该要勇敢，没看到奈德利来了，应该直接跟他鬼换了。虽然法洛斯也会把我杀了，但这样悠闲的吃两层塔皮也是很爽。 为什么不给我 MP？ 为什么上天不给我多6点 MP 啊？ 那个 MP 至少，我感觉可能他也不会死，但我应该也不会死。纳迪乌斯围绕环节
设计师这个一定要出来负责了，但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有点穷，刚刚2000块没补装。 这场雾川很烂，怎么可能？雾川应该神装哎，雾川就不会有烂的场。攻速很慢，攻速哪会很慢？九神鬼炮娘了，开 Q 就变 1.5 攻速了，然后有血轮眼的时候2点多攻速了。 超快，炮娘攻速真的超快。哎、欸，搞他，搞他，盖枪！哎、欸，长城呢？哎、欸，到几次爆炸？炮娘只要一次爆炸，对面就死了，还需要几次爆炸？ 有这头牛牛，很讨厌啊，没有什么开战的机会。好，我出去了。OK。 好啊，被扭扭晕了，现在真的脚闪了，被扭扭定超久，为什么不脚闪？岩雀存活中。 我们先不要指望那个岩雀，这波法洛斯没闪，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他攻速快哦，他装备可好了。快让这场派对开始吧。 扭扭确实有点 counter 我们两个。我们一个上了，另一个一定被扭控死。这个东西有一点硬。 哎呦，凯尔还在旁边偷偷的。牛头人迪迦。 没有 AP 伤害呢，这个岩雀小兵打不太死啊。但达瑞文啊，达瑞文这一版还不错呢。 生化魔人10级，队友发起了投降，我建议稳住。
这个中路该不会是玩小丑遇到那一场挂机中路吧？那一场好像也是奈德利加上这个哦。牛牛，别塔龙别！ OK， 塔龙来了。他想来就来，想躲就躲。哇，应该早点闪！我还想把他带进塔里面。倒了，倒了。他一路过我就死了，他706。 可惜，我只能说这把十分的可惜。啊，这个中路好像玩这个岩雀都很不顺利哦。中路 gap， 哎，没办法了，没事，小事情。这个基本上就小事情，有时候就会遇到而已。他只是刚好塔龙被拿走。 然后又刚好他的岩雀不太会好打，不太能打塔龙。好，等等再来玩。嘟嘟嘟嘟嘟。下路目前对线直接碾压，脖子很痒，却除剑者脖子确实会很痒啊。 我也会有点痛痛的，但只要买了当地名产柴刀之后，一切安好。哎呦，一换一耶，还行哦，换个眼好了。 帝都狼又怎么了？最近 FB 看到很多帝都狼的广告了。准备升级一下。 补血舒服，我觉得以我们两个的技能要把它抬起来，哈，是有些困难的。 没事，把对面打残了，点蓝也打出来了，要越塔，气轰就要来喽，越了吧 ？OK， 闪现，再一下，漂亮，三换一 ，nice。 越了啦，越了啦，哪是不越？这波不亏，三换一，对面闪。哎，奈德利进去直接被狮子咬了，也没办法。啊，兵线还很好呢。 他一走进去就已经被狮子网起来了，不然就只能卖他了。卖他跟三换一，你们选哪一个？
我肯定是选我有得赚的那个。要玩就玩大的，哎 ，Over， 水哦，可以换了。奈德利收割，3-5。下塔还要被吃一层，有机会。水哦，痛扁老婆。就是这样啊，被塔打一下，那更爽。ET 在赛跑，赛跑，有机会就来赛跑。ET 怎么没有去玩快打？我看他前一阵子不是还有想玩一下快打。偷偷的进野区，会不会遇到狮子呢？会不会？哎，遇到了！好，偷偷的，快走！救我！救我！狮子很残！哇、哦！杀掉了，杀掉了，漂亮！助攻拿起来。哎、欸，狮子开大了，狮子开大了！哎呦，没抬到，大飞可以，狮子没大嘞、欸。我感觉狮子要开送了，怎么飞过来送了？哈，什么枪？哇，他怎么回忆跑这么多？我还以为瑞空完美贝特哎，他那个血量。这两个想干嘛？我要 AS。可惜没有回到血，一打二，霸气震退。小心狮子哦，眼先放好。现在要远离所有的草丛，等狮子在上路出现。狮子在上路出现了。哇，起地会，再他一下，我来接你了。空间的速度很快，漂亮！没想到你还有一手惊人啊！哎呦，他怎么这么早就有一个惊人啊，好猛啊！但物件又掉了一个。在哪儿行动？我才是他老婆，那肯定了。我这不比他老婆挣多了。你看我大头贴。大头贴震得很呢、啊，哇，
怎么爆好多血啊？靠娘，吃冰真的是有点痛苦了，没爆血。哎，狮子小心，是托龙啦，完蛋啦，要全灭啦！是狮子很肥很肥，他真的很肥。以为是熬夜波比，我只能说妆化的比较像啊。这狮子也没绕过来。啊，羽毛。无邪。感觉狮子就在耶。你先没冲动，兄弟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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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两个大，对面脚两个大，那没办法，该走就走。现在蛮有机会杀对面的哦。龙卷风吹过来，开始追杀了，没瞄到，能杀的吗？我快上西天了，我觉得不行，我是觉得不行，狮子会来。我们这里要小心狮子哦，真的会来。哇，装备刚好差一点点呢。好，收集者，收集者先掏出来，对面拿一层。然后狮子等，哦，是更中了，只要拿中路的塔，那我们可以拿下路两层，也掉两层。塞勒斯被单杀了，豹女要抽几次？是豹女已经143了，很少看到其他路是优势，然后打野是劣势，而且中路还是大优势。我们虽然前面三换一，但我们下路后面还是杀回来了。防御塔渡城，我看是吃不到啊。OK， 他出来守了，狮子要无敌了，总会有人处理的啦，有人会动手啊。别担心，塔龙会出手的吧？哇，我这下塔待不住了。中路也空空的，下路也空空的，我觉得哪里都待不住嘞。好，狮子去咬上路了。银河飞鱼，好啊，你脚一个闪你也爽，你也得死啊。奈德利复活，回到游戏了。他这个闪现鬼步 all in， 哇，上塔没了。这预示者不守，汉堡要没了。奈德利发起了投降，先别冲动吧。
这狮子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处理啊。说不定瑞空控制链拉满，然后把它控到死。 塔龙王能解吗？塔龙王哦，这塔龙王要是可以一招秒狮子，感觉就解了。狮子1900滴，1900滴啊！ 来喽！这是一个呛死吗？没有泡泡的狮子，你要看到我就死了。可以收掉了。我觉得狮子在附近了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管了，先杀人再说。 Nice, nice. 还有个辅助缴那么多，他没杀到更亏啊！气势得打出来啊！这个瑞空一开始不直接开啊，就是得缴这么多，多缴一个大，但双杀。 小心狮子，我们就小心狮子。这狮子只要一开大，基本上就会死。胖娘啊，这两个出装过吗？这就是现在正常的出装，对，现在就是完全穿透了，现在连凯莎都全穿透了。 嗯，能被他抬起来怎么办呢？狮子开大喽！塔龙王也开大了。 兄弟们呢？OK， 兄弟们没了，队友零输出，无法度啊！那个狮子已经是鬼啊！ 打得不错。 长驱直入，对面是直接长驱直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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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、欸！那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可能穿过去啊？想露营？台湾到处都可以露营啊！台湾的露营区也很多哎、欸。
想去就去啊！其实台湾的山也不少嘛。 现在应该也不是什么旺季啊！哇，奈德利闪得漂亮，可以。完了，你来，漂亮。他还敢吃？哎，还敢吃？看不起我跟牛头人是吧？虽然说我没招。 还真追不到。OK， 逛了一圈，人心终究还是要回到下路的。没有，我们兵线完美了。我们就是因为兵线完美，才可以给他们野区这么大的压力。 达瑞文只能待在下路收线。No my no my 耶！我们这把打的应该是要比较防守的。好。First blood。 学烂喽！好，兵线进去了，完美。基本上哈，这波就是纳蒂鲁斯在搞鬼，我也没看懂。 这样好像没有比较好哎，还是直接穿透好了。好，穿透加鞋子，赚一点。山上有一堆虫虫跟蚂蚁，还有蚊子，个个都是优良的蛋白质哦。我打不住人，那就伤不着人。你不吃可以留给需要的人。人家去露营就是要享受那种感觉。 你们这些阿宅是不会懂的。嘎嘣脆，啊，还有各种咕咕类，各种绝景，早上还可以看日出。 啊，奈德利，这点贵啊！哎，对面也是玩的蛮丑的，感觉还能打哎。我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嘿，这点也太歪了吧！哼，鲁斯直接来一首咪咪勾。 顶他 ！OK， 再见。有种来追我啊！你有穿鞋子？豹女同一只吗？不同只啊，但丑的程度很像啊。我飙到了。 我都要快走，不然我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。动过一次嘛，我乱讲，刚刚就中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吃这波。
再用牛奶回一点血，感觉血量可以拉起来。对，牛奶可以回两口，再回一口。好，500滴，安全血量。 还上6了，上6我们直接把达瑞文给秒了。达瑞文头也还好吧，我这次可以秒他，我有虚弱，他带治疗的。他打炮娘不带虚弱，有点膨胀啊。哎，暗黑元首十分危险，我还没上6。 全过去了，全过去了！我直接踩死你！漂亮！嗯，全都过去加菜了。啊！奈德利又死了。 死的是中路，嗯，他应该是被奈德利给卖了。那奈德利可能是被自己给卖了。看看其他路的状况，冈普朗克，冈普朗克现在好像伤害又。 又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控制少4秒。哦，哎，细节不打掉，这个东西打掉不是有5块还25块吗？这一套的重点是什么？这一套重点没什么，炮娘就是把对面 A 安安娜、啊、比哥，他也去上路了。奈德利再收下一个人头，那等下去送了，他不会送了，他打的就不错。 他开局那个镜也打得也蛮漂亮的，打到有一个大装了，第一个就出收割枪，这个有暴击，有穿甲攻击力啊。现在 AD 最喜欢的选择，因为风切被改弱了一点点。 OK。 被定到死了，啊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啊，牛牛还有招，哎，对，早用，怎么不早用？啊，你这样顶他，你好像，哈，你这样顶他好像会，牛有全招，可惜，没事，我快有虚弱了。啊，他是闪过去给他加菜。 怕是打瑞文没吃饱啊，没烧主餐。对，我没想到那个纳蒂武士能不死的，很帅哦，一滴血活下来。然后不然瑞文，瑞文在收认可，蛮坑的。 会被那些刺客当白痴在打。啊？其实现在 AD 都是被刺客当白痴在打了，也没什么办法。 这个伺服器尤其最多。
一堆那个塔龙，一堆太乙，砰！不怕我的炸弹呢？ 物防血，好，闪出去了，嘿嘿，追不到我，shut down。 被CC很久，没办法，这边的 CC 就很久。他的杀敌数也跟我一样多，经济他可能还好一点点。哎呀，现在7比9，这边肥的是中路跟达瑞文。 中路401哦，我看这沙皇操作怪怪的，还可以401哦。哎，单杀了啊！没晕到，没 Q 到，尴尬。 运气不好，我只能说运气不好。那个晕其实蛮吃运气的。车炮车，哇，502喽！ 对面红盖影哦，那很难打，不管是什么盖影都很难打，我都是一刀就死了，直接秒杀，再狠狠的顶他，漂亮 ，double kill 哦。 20分要3件了，嗯，我20分也有机会3件哦。这牛很敢开，不是那达瑞文反应很慢哎，他都不用那个打 Q 把他打下来，不用那个E把他打下来，有点不太想出这个哎，这个其实炸的好像没有那么多。 20%的伤害，感觉应该出训刃比较好，第二件接训刃，训刃然后再大穿应该更好。这个没有给穿透比较尴尬一点。但他的20%的斩杀蛮厉害的。 没 Q 的时候，放两个没 Q 的时候本来就很废了。没有任何一套放两个是没 Q 的时候还很强的。Q 就是他的生活手段哦。命令一下打。哎，直接被捅死哎！哎，我要死嘞！救命哦！ 奈德利咬他，漂亮！哎呀，救不了那个牛牛了。我们需要暗黑元首过来推他一下，Uniso。
欸，他有1000块，他这个拿起来，我们起飞。哇，13级。牛刚刚直接被他捅死，那伤害这个人太高了。这牛100的双防，快200的防御。好，踢上路了，没看懂。奈德利要偷吃小龙了，好，再一个踢下路，看你过去了，我觉得尽快支援。好，先收一个。要吗？真的要吗，师傅？好像也不是不行，暗黑元首就快到了，可以哦，这边被禁烂了，暗黑元首耶，很不妙，很不妙，我只能说很不妙。稳住，稳住！牛打得不错啊，牛其实打得不错，只是刚奈德利先死掉了，但他在临死之前帮我们拿下这个条龙。预示者对面应该来不及吃，应该吧？这10秒要变8龙了，稳住，能赢。这中路自己发起了投降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但我觉得稳住能赢。沙皇903欸，远离看影，珍惜生命。注意哦，重击重的漂亮。辛朵拉去分推了，啊，他遇到沙皇了，感觉他不会输欸，就沙皇跟他拼一套是真的不好说。理论上是不好说啦，因为辛朵拉也是有伤害的。沙皇又不是那种可以秒人的角色，辛朵拉是痛痛直接秒杀。达瑞文这装备蛮凶的，完就飞出去会变尸体。牛头酋长，先别冲动吧，小心沙皇。这里我能说的也就只有小心沙皇了。啊！沙皇！那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！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！哇，非常危险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想讲啊，
四阶正好了，哎，沙皇哥飞出来了，他不懂怎么赢的，不知道辛朵拉晕到了还能不赢呢？他直接晕一个秒杀，哎，他要被沙皇，非常危险，一个巨大的机会，沙皇没招。 可惜，没有人吸到他，让懦夫们领教一下重型火爆。这沙皇真的一次都不死，开吃了呢，能偷到吗？哎，不行。 就打里面的吧，抓一个算一个啦，就你啦，泰坦。OK， 泰坦由我处理。沙皇秒那个太快了。 差点抽到哎、欸，不要啊，奈德利上头啦！哦，牛头。哎、欸，牛头，如果你再坚持一下，顶到这个沙皇的话，漂亮，直接把他秒杀。 准备发射，可以啊！我赚烂了，这龙种全没了，辛朵拉也捡到头了。好消息，辛朵拉要有穿透了，这边是一丢丢的魔防都没有。 出盾弓，要不然出一下盾弓好了，新版盾弓。后面看要补火炮还是绿霜吧，我感觉补绿霜好像，应该绿霜就够了。盾弓哦，盾弓现在有人会出了吧。 不然最后再补个四血，攻击力直接拉满。不出海妖，这边没坦啊，我出海妖干嘛？我 A 三下就死一个了。我要用所有的一切轰炸他们。Your 哎，不要他！给破壳者装弹，队友抓上路 ，nice， 边线又抓死一个，而且辛朵拉可以守住一个，然后我们双线一起推。 我两枪打瑞，我应该就死了。哦，顶得漂亮！在跳吗？
跳狼有点危险。飙到嘞，直接秒杀。我还是留着闪下沙皇好了。哎呦，二连捅！哇，这个船长会二连捅哦，太强了吧！也补装牌，我不太确定哎。那其实我们大家都，我觉得都玩得不错。这场就是沙皇也玩得不错，但我觉得辛朵拉他虽然战机看起来很烂，但他推的是真的不错。哎呦，就这狼，背背背背背，啊，打起来了，要帮还是不帮啊？啊，不用帮，我还在思考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对面宰了。对，我还想是要不要帮啊？OK， 我们打边。那没事，我把沙皇也宰了。我跳过去，顺手把沙皇也宰了。要补这个吗？补火炮好了、啊，还是绿霜好了、啊。绿霜赞啦，不着闪，一看就知道没有在看刚刚那个会战。我刚刚那个会战为什么不着闪？是因为我没有打不过墙。我打 W 不小心卡到墙壁，不然早就把那沙皇给杀了。墙壁太厚了，感觉我好像不用吃冰嘞、欸。刚刚就离太远了，没办法。刚刚想斜跳，盾弓换大西魔剑，不用吧，这个就够了吧。他怎么可以不走的、啊？你已经是一个尸体啊，牛牛！追啊！算了，我也没怎么需要吃冰，到处吸经验值。升十六等。三级的炮娘大招非常厉害哦，推一千多距离的样子，推一千距离，可以把他从一塔推到二塔。要逆转就靠这一招了，谁用这个怪怪手黏我？纳蒂鲁斯。来了，三级大招。我现在没闪了，他是被沙皇戳到，蛮危险。感谢沙皇送的一座塔。哎，达瑞文又被秒了。刚弗朗克也太瘦了吧！三连捅，哇！
我成功的完美开战，杀掉这边最重要的看影，看影死了，随便打。 被杀抽到，被钢普朗克炸了一下哦，普攻加火刀，漂亮啦！我怎么知道那钢普朗克反应的过来的？不然蹦蹦两枪他就死了。时间嘛是已经差不多了啦。